各位贵宾，今日是小侄苏文宇的大婚典礼，多谢各位来捧场。苏某感激不尽。哎呀，恭喜！小侄身染重症，承蒙我未来的侄媳妇，怀州严氏不离不弃，仍愿下嫁替侄儿冲喜。今日便由苏某做主为其完婚。如今这小侄是病卧床榻，不能亲自到场拜堂成亲。 少奶奶，少奶奶。